使用苗栗苑里蔺草帮助大闸蟹清蒸，放点姜片，喷点盐水提味，15分钟就可以起锅。哦，这一定是好吃的，非常好吃的。 苗栗头屋乡的大闸蟹地处明德水库源头，采生态养殖，肉质鲜甜多汁，清蒸就好吃。好吃，今年的第一只大闸蟹，味道浓，很甜。苗栗大闸蟹10月正式开卖，吸引老饕来尝鲜品蟹，掰开蟹身金黄色的蟹黄，让人垂涎三尺。 业者表示，今年的养殖环境稳定，存活率提高，提醒重量也比往年更佳。今年的价格还是比照10年来的不二价，希望打造平民美食，不能太贵。今年会一幅上看到3层到3.5层。 这样子啊，对，那价格方面，价格我们是不变。很多民众在品尝大闸蟹时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，老板说特制的剪刀是好帮手。用这个剪刀，把它扒开来，然后呢中间把它剪下去，把它剪下去，然后呢你就挖，挖这个里面的肉。你现在准备要吃的时候呢，来用小手，这个地方往上一。 普及嘞，往上去，那一整块。民间说法高位应在杂位姜，就是农历9月吃母蟹，10月吃公蟹。本土大闸蟹在上市前都会经过严格的药检，呼吁消费者不要贪小便宜，购买来路不明的大闸蟹，才能吃得安全又美味。以上新闻张世生、邱振昌。